这是早上3:30起床，一群从台南上来的摄影爱好者。今天的取景是万古车站，等第一班火车过来。前面亮灯的地方就是车站。等5点多的第一班火车过来。火车来了。下一班火车又过来了。6点多了，这班火车来了。现在天比较亮了。现在天微亮了，画面天空比较亮了。清楚一点。火车要走了。这段是爬坡，雨又开始下了。雨又变大了。